容祖儿的红馆演唱会呢晚已经来到最后一场，而尾场的压轴嘉宾大家一早就估到会是他了。兩個創舉，通常我演唱會咧十點半已經走咗嘅。第二，今日嚟講咧，十點半咧我已經陪咗個女瞓覺啦。係啊，我知道啊。我哋首先以熱烈嘅掌聲歡迎咗 Leo 先，亦都同你講聲唔好意思，唔好意思。唔係，都係。你可唔可以由佢我拖住你啊？可以。可以。同埋我想同你傾下偈啊。好啊，你傾偈。你知點解成日我唔拖住？Okay, 好，哎呀，好忙噶！一年十九场的演唱会而家就圆满结束，但系谂翻起第一场的舞台失误，对Zoey嚟讲就仲系好难忘啊！系啊，因为其实第一日的时候我自己都接近崩溃嘅，因为我冇谂过我辛苦咗筹备咗咁多个月的一个演出，第一场系会 collapse 咯，咁即系我会。好失望啊，其實，但我又要好堅強咁樣去做埋佢。去到 Quick Change 第二三次嘅時候，我嘅台下見到我咁嘅款啦，嗰條頭巾咧都出咗三條嗰啲青筋出嚟啦。咁佢就同我講：堅持落去，學友好快就會上台，佢會支持你。咁呢一下咧係俾到我一個即係救命啊！然之後直到出嚟，我覺得好似～在茫茫的大海裏面找到一個救生圈，他給了我很多力量。另外好姊妹阿 Sa 就大爆Zoey，很多人追，大家都很希望Zoey可以快點找到真命天子啊。完全開門，那個大門已開放，歡迎大家來臨，沒有條件，就是愛我就好，可以了，真心，對。